这个面板就是 T2 教室的中控面板。那首先呢，我们要使用这个系统，我们必须要让它这个系统先全部开机，让我们的机器设备全部都供电。那全系统开机按这个钮，它这边有使用，有写全系统开机。按下去之后呢，我们的这边的设备，好，我们启动电源之后呢，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中控面板的功能。哦，首先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我们的后面的老师这台的电子白板，我们要如何开启它？我们只要使用这个电子白板投影机按，就可以开启这台教师机的电子白的那个投影机，按下去这个钮，然后电子白板就会开启。让学生使用投影机的话，我们只要按上这边有一个按钮叫做学生投影机按，一样按下这个按钮，学生投影机就全部都会降下来。一些影片或者是一些画面，但是光线太亮的时候，可以使用面板上面的电灯开关。我们电灯这边有使用两组日光灯的开关，分别是日光一 on， 日光灯一 on 跟日光灯一 off， 还有日光灯二 on 跟日光灯二 off。那我们如果说把日光灯一 off 关闭的话，基本上靠近老师这一端的整台的电灯都会关闭。那要在开启的时候呢，一样再按一次日光灯 on， 就可以开启这一排的电灯。那假如是要让学生那一边的日光灯关闭的话，就要按日光灯二 off。好，那要打开的话，一样是按日光灯二 on， 就可以打开了。通常这个时候呢，通常这些功能是在你要播放某些影片上使用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些功能。再来，假如说我们要个别让我们的电子白板，我们要让学生端的布幕上升的话，它这边有一个区块是布幕的控制钮，它可以让布幕按布幕升起来。这个时候布幕升起来并没有关闭投影机，因为这个功能它只控制布幕而已。那如果说你要让布幕再降下来，可以直接再按一次布幕往下。它就可以直接自动往下。然后 T2 教室有三台摄影机，分别为摄影机一号、摄影机一号、摄影机二号以及摄影机三号。那我们的摄影机的使用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假如说我们要看摄影机一的画面，我们只需要按下摄影机一的讯号就可以。假如你要看摄影机二的讯号也是一样，按摄影机二。好，摄影机三当然也是一样，按摄影机三。那这个地方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如果使用摄影机的时候，通常会希望说可以移动画面。那如果说你要又要同时可以移动画面的时候，你就需要利用另外一台控制器。控制器就在老师的右手方这个地方。那如果说你要使用控制机摄影机三的时候，你必须先按这个操作，先按下 Cam， 然后摄影机三就是按三，然后按下 Enter 之后呢，就可以利用这个摇杆来将你的画面来做旋转。好，可以选择到你认为你需要的画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让第二组的同学在上面做题目的解释，我们可以 focus 在这个画面，然后你可以按 Zoom In 的这个功能钮，将学生端的画面放大，方便让所有同学可以看到白板上还有投影机上的画面，让学生教学无死角。T2 教室学生的桌子，每一个桌子均有三台电脑，但因为 T2 教室学生桌为实验桌，所以平常电脑的萤幕都隐藏在桌面下方。如果老师上课需要让学生上网查询资料，可以透过中控面板的这一个功能，萤幕升降机 on 的这个功能，让学生桌的萤幕升起来，让学生可以进行电脑查询。实物投影机的使用方法，我们在中控面板上面有一个实物投影机讯号的按钮。
我们要使用实物投影机的话，就必须要使用这个按钮。当我们把画面切换过去实物投影机画面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将我们实物投影机的电源打开，长按住三秒之后，我们这边就会开始开机。那当我们开机的时候，我们在这边操作的所有的画面都会直接反映在我们的荧幕上，甚至于学生端的投影机上面，以及老师的电子白板上面。所以我们如果做一些很微小东西的实验的时候，使用实物投影机是非常方便的。风控面板的右边有一个耳颈式麦克风，这边是可以自己调角度。那如果你要使用耳颈式麦克风的时候，这边有一个按钮，你只要按下去就可以说话。喂喂喂，麦克测试。好，那当你要关闭的时候，只要再按一次就可以关闭这个功能。那如果老师需要移动教学的时候，可以使用这边有麦克风。那因为这个麦克风平常是把电池拿下来，好，所以当老师需要的使用，请自行将电池装上去，然后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开始讲话。那如果说下课的时候，请记得把电池拿下来，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维修的费用。携带 notebook 来 TU 教室的话，也可以使用这个设备。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功能，利用这条 VGA 线接到 notebook 上面。如果说老师需要网络的话，也可以使用这边的线材。这边是网路线，那这个是声音线。如果老师要播放声音的话，可以将声音线插在这个孔，那另外一端插在笔记型电脑上面的麦克风的孔，感受耳机的孔，这样子就可以使用了。老师上课需要使用到广播教学的时候，可以利用这套系统 Smart Media 这套系统进行广播教学。那这个地方呢，已经将我们 TU 教室电脑的分布情形已经先都分类都分好了。我们现在先测试一台电脑，好，我们现在开了一部电脑。那假如说我们要对全部电脑进行广播教学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按钮广播教学，按下去之后，那学生端的画面就会跟老师端的画面一模一样。这个时候老师可以将一些老师想要看的画面就直接秀给同学看。那假如说老师要停止广播教学的时候，可以将滑鼠移到右上方，它会将隐藏的面板显示出来，你只要再按一次取消，就会将画面还给学生。我们现在笔槽上有四格，第一格是红色笔，第二格是黑色笔，第三格是蓝色笔，第四格是橡皮擦。所以我们将所有的笔必须要放到盒子内，如果放错了它可能会有点问题。首先我们要先拿起红色笔，当我们拿起红色笔的时候，因为里面有个sensor，当你一拿起来之后，它马上切换画面为白板模式，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做书写。那我们要换笔的时候，必须先将红色笔放回红色槽，不然它的 sensor 会不知道你 sensor 是哪一支笔出来。现在我们要换黑色笔试试看，然后再换蓝色笔，然后再换橡皮擦。橡皮擦这个是不接用区域性选择，所以它一次就消掉。假设说我家橡皮擦没有放回去，但是我要再拿其他黑色笔然后书写，你会发现它会变成什么模式？橡皮擦模式。所以麻烦老师在使用的时候，必须先将所有的笔放回原位，拿起你确实要用的那支笔，然后再做书写。谢谢。电子白板它有一个搬移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现在上课讲解完一张投影片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它移动到其他地方，我们在另外的地方可以再写其他一些说明的字。电子白板的功能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叫做智慧笔。当你使用智慧笔的时候呢，如果说像数学老师他想要画一个三角形，你就画一个大概的形状，不要差太多，它会自动辨识成那个形状，比如说圆形，或者是
正方形。或者是直线，或者是你要那个箭头，双箭头。当老师使用完 T2 教室的时候，请记得务必关闭 T2 教室所有设备。那这边就简单介绍一下所需要关闭的这些流程。首先，我们习惯先关闭电子白板投影机，按下去，再关闭学生端的电子白板投影机。按下去学生端投影机 off 这个按钮，那电子白学生端的投影机以及布幕就会自动的关闭。如果老师要让全部学生端的电脑一次全部关机的话，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将全部的电脑选起来，然后按右键选择远端命令的一个关机的功能，他会告诉你有这个选项，那你就这边可以选择关闭学生机以及关闭学生机并且重新开机。那一般我们下课就只要选这个按钮跟没有任何提示强制关闭，就可以将学生端电脑全部一致关机，这样就可以确认说所有的电脑都是关闭的。你在上课的时候有让荧幕升起来啊，请记得让学生关闭电脑并且将键盘滑鼠收好之后，再按下萤幕升降机 off 的 on 的，将键盘以及滑鼠收好，避免它系统升降的时候去夹到那个线路。那请将线路藏在键盘的后面，并且放在夹子上夹好，这样子升降的时候就不会夹到线材了。再按下萤幕升降机 off 的 on 的功能，接着就可以对老师机的电脑进行关机。我们按照正常的关机流程的开始，电脑关机的关机来关闭系统，接着可以再按下系统关机的按钮，让我们的电脑 T2 教室的电源关闭。结束的时候呢，请记得这边有一个电源开关，电源开关一律从这边来做开关，以及将 T2 教室的冷气关闭。那离开的时候记得将 T2 教室的门锁上锁，这样就完成了。